大家好，我是飞猫。10月13号下午，货已装好，出发台州。洗好澡，吃过晚饭，准备出发了。老婆也从店里忙好回家，我们俩擦肩而过。晚上的10点，到了苏州绕城的太湖服务区。这两天连续作战，有点疲劳了，今天要早点休息，在这里睡个1-2个小时再出发。14号凌晨的3点半了，睡下去爬不起来，现在洗洗又准备出发了。哎呀，以前走石湖怎么没发现石湖边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大楼啊。苏州，哎呀，又把我上次学到的拿来了。电气科学研究所，啊，66.11元。又到了桃园收费站。同样是苏州的两个收费站，这里 ETC 可以用，为什么北桥那边就用不了呢？滴，走喽。5点半到了海宁，你看路上已经有这么多车子了，勤劳的人们啊。嘉绍大桥，524国道。又到了尖山，嘉绍大桥。
今天从长台高速的号坝出口下高速。130分。继续沿1041路向南。7:30，到了104上虞往南，又得停车休息，在这个加油站上了一下卫生间，人家卫生间蛮干净的，不好意思，买了两包薯片。堵住了，地图上面显示堵了2点几公里。今天长台高速由北向南，在深州南面出事故了，看到高速上面堵了好长，然后这些车子都是从深州高速赶下来的，看到上面好像不堵了，现在下面又堵起来了，哈哈哈哈。这个中通的兄弟插一下，我也是才插进来的。中通我用的还蛮好的，速度还蛮快的。关键要称重啊，不称重不给上啊。称重车道才一根，17吨。左边好走吗？人工车道。走了。
点，从邯郸高速白河出口下来了，到目的地还有14公里，50块3毛5。吃饭时间喽，11:20，到了天台的厂里，厂里工人吃饭了，卸货要到下午了。现在也不敢找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卸完，等开始卸的时候，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回货。今天过来的时候，过了嘉绍大桥，走的上面，从鳝鱼南面再下来的。因为我感觉鳝鱼那一段下面不太好走，想想还是从上面走吧。然后长台高速新昌段发生了事故，车子都被从嵊州赶下来了，然后都从新昌上高速又堵了一会儿。这个浙江的高速公路发生事故，老是喜欢把车子往下赶啊，哈哈哈哈，这我感觉也不是太好的，这个下面的这个流量也大了，也增加下面的拥堵了。当然了，交通管理部门肯定也有它的道理的，一切毕竟以安全为前提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开货车的肥猫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加个关注，欢迎大家点赞转发，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